哎，这个 kind of perfect。It is. Yes. That is the second one. 啊。So I have. 你给了我那个 perfect one。Oh la la, look at the egg. Ooh. Stop fighting, bro.今天去一个小镇上的攀岩馆探个店。瑞典的这个冷风真的快把我给刮没了，太冷了。虽然风大雨大，但是还是不能忘了防晒。好，现在出发去攀岩馆。我又紧张又兴奋又激动，不知道这边的攀岩馆会不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Let's go。完全走丢了，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在哪。Oh no！ 刚才给店员的那个店员打了个电话，因为我过去从那边就全都是网，全都挡住了。然后他让我搜最近的那个医院，然后从医院后面拐进去。我刚从那个攀岩馆回来，讲一下这个使用后的感觉，应该叫探店感受。跟日韩新加坡特别不一样的是，这边的攀岩店你进去以后，首先你不会签 waiver， 他也不会给你一个特别具体的向导，他就问你说有没有鞋，没有鞋的话租鞋是多少钱，你会不会摔呀，你懂不懂基础的安全知识啊，这些他们都不太 care。 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的那个攀岩馆特别特别的小，日本、新加坡还有韩国，你只要去攀岩店的话，这方面都还是蛮严格的，就是会让你坐下来看安全须知，会让你摔一下，让他们看一下你知道怎么安全的去摔，然后会签那个生死协议书。然后呢，这边首先人少，这一点我已经想到啊，欧洲的人确实很少。其他的话，就是这个馆实在是太旧了，旧到什么程度？因为使用的是时间太长了，然后上面已经被煤粉全部都包裹住了好多好多石头，根本就看不清它的颜色。
有一个好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公共的眉粉袋，所以如果你没有眉粉的话，你可以直接用公共眉粉袋，不用花钱去租。日本韩国你都是要花钱去租的。这个馆实在是太小了，而且太难找了。天哪，我昨天迷路迷了一个多小时，根本找不到。跟那个工作人员，他们店里面的工作人员打了3次电话，他给我讲怎么走，我才找到的。太难找了，场馆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垫子上呢也比较脏，没有怎么清理，就灰特别的大。然后线路呢实在是特别的少，就是感觉这个瑞典玩宝石是不是玩的不是一路的，线路真的非常非常少，我能玩的可能就两条线。所以整体的感受的话应该不算特别好吧。总之你说让我去第二次，不会再去了。好，今天回来的路上骑车又走丢了啊！谷歌地图怎么回事啊？然后脸吹得红红的，马上用了很大量的那个伯乐达那个精华，你们看现在那个红都已经退了。我刚才把这个看成了718，然后我们进电梯，没有7楼，然后是118。OK， 我们来了。来酒店里面讲故事，这个要从何讲起呢？是这样子的，我先首尔飞的德国，然后呢上飞机了以后还特别的开心，因为我虽然买的是那个联航的机票，可是在这里也想给你们安利一下这个航空公司，已经给这个妹子安利过了 Air Premia。 然后这个虽然是一个联航公司，但是它那个座位坐的特别的宽，而且你的脚可以抬起来，差不多就是从地底下他那个脚从地面呢是可以抬起来，不要再笑了，有啥可笑的呢？有完没完没完来？我们那算。后背也是可以往后躺一点的，所以你要整个把它拉到了一个全开的姿势的话，它就是坐着是稍微能比较舒服一点，就是比我想象中的14个小时的联航要舒服多的多的多。然后我上厕所的时候，我还看到有那个一次性牙刷，我当时就是非常天真的想说，哦，还有一次性牙刷，那我可以待会儿吃完饭来刷牙。结果我等到我吃完饭来去想要刷牙的时候，发现那个一次性牙刷已经全都被那个韩国的大爷大妈已经全部都拿走了。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做的我还挺开心的，就最起码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痛苦，那么难受，那么难熬。然后下飞机以后呢，我就
后非常的激动，然后到了海关，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像油画，不是油画，这咋说呢？怎么说 ？Beautiful，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 AI 的一个长相的那个海关人员，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就走神的。那个好，然后幸亏是之前在小红书上面看了功课，然后我就把我的订的住宿呀还有机票什么全都打印出来了，所以他问问题的时候我也就非常顺利的给他，然后海关也就很快就过了。然后过了海关以后我就觉得说哦开心，结果我把手机一连上 WiFi， 然后就收到了一个最不好的消息，就是一些私人的事情不想在网上面说的。然后看到那个消息我整个人就麻了。然后那天他应该是到机场，他的火车被连续取消了是吧，取消了三趟，第四趟延误了十几分钟，就是非常 German 的 punctuality。 我们就出来了以后，我们两个就是来开房，然后他还走到了完全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酒店，他跟我说我到了，然后我说啊好吧，然后我就到楼下去，然后像没头苍蝇的找了半天，然后他说哦我不在你那个酒店，我现在走过去。然后我们两个是也懒得去饭馆吃饭，我们就去超市买了点吃的，然后就开房去了。第二天我就要去瑞典了嘛，要去找我姐。因为我飞瑞典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那个机票，如果我加一张32公斤的行李额，因为我有一个特别重的箱子需要托运，然后汉莎航空 Louisiana Lufthansa 诶 Lufthansa 你就叫 Louisiana 我做了一个他航空公司的那个票价的对比，如果说我买那张托运的票跟那个头等舱的那个价格是差不多的，我就想说那算了，那就坐头等舱吧，这样子我就不用另外加买票，而且我那个手提行李不用太担心他头等舱，因为他头等舱的那个手提行李他不会要求的很严格。然后我们两个就去找这个头等舱的登机口，他是 broken German， 我是那个德语一个字都不会说。然后我们两个在机场也是又走丢了，就我当时是手里面提的我那个躺倒那个枕头一个大塑料袋子，然后背上背了个几十公斤的书包，还有啥一个登机箱，对吧，我那样大包小包像那种农民工进城样子的，还有一个袋子布袋子，我当时在大阪买那个布袋子装的我的电脑啊还有充电器什么的。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看着我说 Are you in business class？ 然后我当时想说怎么了，我这样子就不能坐商务舱了吗？就去登机。然后过安检的时候呢，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你知道他安检的时候是非常的thorough 的摸你检查，我从来没有过那个安检检查，他真的是把我的那个就是裤子就手都伸到那个裤子腰那一圈，这样子伸进去，这样子来回这样出溜着检查。他全身上下那样摸的时候呢，我就惊恐发作了。如果完全不熟悉，然后我跟你也一句话都没有说，你上来就那样子肢体接触，我受不了。我当时就惊恐发作以后呢，我就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我的东西还在那个安检袋子上还没有过来，我就拿着我的行李箱，拿着我的枕头，拿着我的电脑，我直接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去休息的地方，还找了一个那种办公的桌子，还剪了一会儿视频。剪完视频以后我们那个登机的口还延误了，然后我是给我另外一个朋友发消息说我现在往瑞典走了，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说那你注意安全，把东西看好，把包数好，还有你东西多。然后我当时在想数什么包，然后、哦、我书包呢？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是忘在那个我用电脑的那个地方了，然后我就狂跑，跑回去看有没有落下的书包，然后看了一圈都没有，然后我又跑回那个登机的地方，我在想说是不是登机口我忘到哪儿了，然后跑了一圈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登机口已经登完了，要马上要关了，然后我想好吧，我不能既丢了书包又误了飞机，我就上了飞机。上了飞机以后我就开始回想我的书包里面有什么，然后我就死掉了。因为我的书包里面有我最重的相机，就是大的单反的相机，一套 GoPro， 我本来是要去冰岛拍素材的，然后我的那个 Bose 的音响，然后我的 Switch， 任天堂的游戏机，就是所有最贵最贵的东西全都在那个书包里面。然后还有我给我二姐买的苹果的耳机，然后还有我自己精神病的药，这个是最可怕的，全部都没有了。然后我的那个登山鞋，我登山鞋是200多新币买的，我就觉得啊，就想说那是不是全都丢了。结果下飞机以后我跟他说，我说我东西忘了，然后他就说要不你问问机场，说不定他们在 Lost and Found 里面会有。然后我就当时去找了一下法兰克福的机场，我的手机没电了，我的充电宝也在那个书包里面，我姐又没有带充电宝，所以我们就拿我姐的手机给法兰克福机场写邮件，说我这样丢了一个书包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登记好了以后呢，也就没有抱希望，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我说我有
可能是安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拿。然后他下班了以后，这是他第一次来法兰克福机场。他下班了以后来，就是工作人员说没有我的书包。然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邮件，法兰克福机场给我发信息说你的包找到了，你可以来拿。我就又给这个妹妹，我带来开房的妹妹蒂娜。我跟他说我书包找到了。第二次是他到了法兰克福机场，下班了以后专门跑了一趟。他说机场的人跟他讲说，我必须要给他一个授权书，授权了我知道他是谁，他的信息叭叭叭。第三次他再去一次，当时就心里还觉得哎挺不好意思的，我真的不想让别人跑三趟机场。结果第三次他要去的时候，他上班想起来自己的证件没有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忘带证件。那个时候呢，我就已经打算来法兰克福取那个书包，因为寄的话里面有那种很容易被海关扣下来的东西，就是相机啊这些的都容易被扣，查了一下，我就不想再出这种麻烦复杂的事情，查了一下这个机票还可以，然后我就说那我自己来。最后就是他跑了三趟机场，迷路了三次，最后我坐大巴去斯德哥尔摩，再坐飞机来法兰克福。然后今天我到法兰克福以后，我给他发消息，我说我到了，然后他就说哦行，我去找你。我一听这么自信不对吧，过了五分钟他就说你说对，我走丢了。就是如何能做到的 Tomorrow. 事实证明我的视频里对于我的发型从来没有作假。我那天到了法兰克福，去酒店先登记，刚开始登记是一个应该是级别低一点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就一直登记不了，然后他就去找他的 supervisor， 是一个 Espanol 大叔。那个大叔看了一会儿，他说你那个 booking 的那个账单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他说一定的是12月25号，哎，11月25号，我去的那天是10月25号，我订了一个月后的酒店。然后我当时就然后当场看了一下，跟当时订的那个价格也差不多，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当场再订吧。那个大叔还特别特别的好，他就给我那间的 view 比这个要好很多，我就是那个房间的程度什么的，但其实我就订的是那个普通的大床房。然后他就还专门跟我说，他可能当时看到了，就是我当时收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然后我是整个人就手这样子攥着，就不想在公共场合哭出来。他应该看出来我的那种 distress 了，他就说 I'm gonna give you the best room with the best view， yeah。然后我就说 That's so nice of you, thank you。把那个房子开完了以后，我去坐那个电梯，我看到了那个卡刷卡的感应区，然后我试着把那个卡刷一下，然后按我的楼层，但是它就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之前不知道欧洲是零楼，就是我以前在某个地方看到过，但是我忘记了。然后我一看那个零楼，我就整个人震惊，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开那个门。我按开门的开关，电梯没有反应。那个电梯是你不能按开门的开关，你如果在零楼没动的话，你就按零它就会开改。我当时在里面按到就是已经就是非常恐慌了，我已经要找那个报警那个 alarm， 我要按那个了。按那个之前我看到那个铃旁边写了一个 receptionist， 我就按了一个，我说要不要先叫前台然后再报警。然后我一按那个门，哎，开了。然后我就过去跟那个男的我说 I'm so sorry， 但是我感觉我好像那个电梯我不会用。然后他就说 It's okay， 然后把我的两个箱子从我的手上拿过去，给我推到电梯里面，然后把我的卡，他说你看你是这样子把卡那个感应的地方放上，然后按你的楼层6楼或者4楼忘了，然后你这样你就可以上去了。然后我说哦，哎，就是很非常非常感谢，就是很谢谢你爸爸爸。他说哎就可以，然后他说每个人都会有那个不会的时候啊，然后怎么样，他就还就是顺便问我两句 small talk， 说是不是第一次来德国。我说哦，他说 have a nice trip 怎么样的，然后就真的很 nice 很友好。然后后来晚上他来了，然后我还去前台专门问了他一句，我说我朋友决定过来跟我一起在酒店度过两宵一晚，然后我说我朋友需要登记吗？然后他说哦不用。我们两个出去在超市里面买了点吃的，然后回来的时候有两个日耳曼哥哥上了电梯。你不是要把那个卡先这样子往感应区这样啪一下，然后去按那个楼层，对不对？然后那个日耳曼哥哥他非要用那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这样子扶那个卡，然后那个卡就怎么都感应不上，然后他整个人就越来越扭曲，就整个人这样子扭过去了。然后我看到他那个姿势，我觉得太搞笑，我就憋笑。然后我一憋笑，你就在旁边，哼哼，然后我也在憋笑，看到你憋笑，我憋不住。然后最后我们俩就在电梯当着他的面，在他还在挣扎要按那个键的时候爆笑出声。然后他旁边那个朋友就，然后他还说哎 it's okay it's good， 就是当时他只要转过来把手这样子放就可以了，他是这样，他真的是这样子，对不对？
来到了一个非常对我来说文化冲击的地方吃饭。 Nice， 菜单没有英语，就像这样一个流动摊一样的地方。这地图上唯一能找到一个能吃饭的香肠加 加 bread。 点菜点少了，加点错了，不是那个人就没听懂，他没听懂了，干杯。我不能睡。嗯，好吃，吃点没吃饱待会儿放的地方吧。我不敢，我不敢。我刚才跟他说零钱不用找了，感觉都要挨骂了，反正下去了的。来超市了，没吃饱。要买啥呢？我想买一点那种嘎嘣嘎嘣的零食。我们现在在肉鹿见王法兰克夫机场，那个机场大巴6块钱一个人。这个是我昨天在斯德哥尔摩机场，我看好多好多人 TikTok 拍那种就是自己的反应，说这本书要哭死了怎么怎么的，我就想说那我就买一个吧。结果那个收银员的小姐姐，然后她在帮我刷书的时候，她就开始说，她说 Well good luck, this is the saddest book I have read in a long time。 然后我就说啊 OK。然后说我看到很多人都说看这本书 crying their eyeballs out， 然后我说 I wanna see if I'm still like dead inside。 姐姐被我的那个，应该是妹妹吧，被我的幽默折服了，她就哈哈哈笑了一下，然后问我说你是要在飞机上看吗？ Are you gonna read this on the plane？ 然后我说 Yes, I have nothing to do。 目前读了40多页，我还在等待她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悲伤，还是说他悲伤了，只不过我感觉不到。我跟我朋友说，我说就是机场的这个经历，我朋友说那你可能看完了以后就觉得说 Well, that's just Monday to me。 像狼一样顶饱，我感觉来德国了有义务吃一下。我前几次都是只拍了照片，忘了拍视频了。这个是我姐在希腊买的，这个太可爱了。Gayret özü gayret olsun， 让努力自己努力去吧。我会做的很浓，一直到你喝的时候就会觉得 Jesus, this is bitter。 我那样喝的话直接就心悸了。他之前我们晚上11点半要回家了，我们家小区楼下有一个星巴克，那他就会进去买一杯 espresso， 站在柜台旁边喝掉的那种，然后晚上睡得跟神仙一样的。我说你这个身体到底是咋构造的，我要晚上喝一杯 espresso 我那一晚上就完了。不光是睡不着，是属于那种 like restless。 Can you explain why do you have to cancel? Children, listen to me. It is fairly common that when you cough a lot and you reach like certain ageAnd you live in a country that you don't see some light as often as you should. And the consequence is just by coughing, you will crack a rib. Rest at home and a very, very kind take care, Kaya. I wish you get well soon. That's the treatment I get. So yeah, that's why we did not go to Iceland, because I had a cracked rib. I just assume people follow your children. Yes, I call them children. Hello, children. Stall, lick them. Stall, lick them. Lick them. Lick them. Stall, lick them. Jag. Jag.Is me. Heter. Hey, jag heter Oktober. Hey, jag heter April. When you're greeting someone and when you say goodbye, you also use the same one. Hey. Hey.
tomorrow. 今天这个 menu 应该是怎么讲的？ Fresh spinach with a freshly baked croissant, cheese and salami, boiled egg with berries.我穿了这个打底裤还是冷，我都穿成这样了，我还是穿少了，我的脚有点冷，我腿很冷，太冷了啊！现在才下午五点，闷闷冻死个屁。在网站上面看，这个 castle 是比瑞典国要老，大于700年的历史。哎呦，这里到也是到八点，营业到八点。